手腕要拱起来一点，胳膊肘往外。这人好奇怪，手腕拱起来，胳膊肩膀松。完了，干嘛呢啊？现在男孩怎么都这样啊？动手动脚的，这种人就不能跟他在一块儿，知道吗？没关系。是你，好巧啊！一点也不巧。我继续观察，随你便。